老师，来看看我庄家真理的牌。吴伟星、杨子贤、宝妈，好，真理出赛。东风要喊牌啊！东风，哦对，嗯对对对对，哦还没醒噻。好，大声一点啊！大声一点。北风，北风，你看宝妈气势。就是不一样，就是帅。西风，东风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像打很水的牌。嗯，真的。一条，先跑没事。对，是先跑牌了，先。但是我们跑不了嘞，哎呀。手上还有大字。七条，没事，应该还没有人听。嗯。一花，二条，风哦，好，一条，红中，花，五花，哎呀，哎呀，那没办法，差不多九点，还没见，九万。吃一张，吃一张，吃一张，来发财！哦，还有发财打，安全呗。拜拜。二饼，白皮，不动。哇塞，还有这张五饼耶，漂亮哎，真的。不会啊，我九万，手上也还是有大字。不要不要在那骗人。没有，真的没有骗。你要惹宝妈生气哦。实力，真的真的，你看。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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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证实一下，你像妈妈。妈是。哎，现在姐姐好不好？说我就我就可以给她看，对不对？不说谎，不说谎。哦，又来了九条，是最安全的，安全，不会放枪，没事。白皮，好，哦，打不下去了，打不下去，真的吗？五筒太深太深，打不下去，不敢打了。对呀，哎，发财，我觉得这个牌不见得好。嗯，我第一把就抽中了吧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还有还有，依然还有四五张嘞，可以的。来炮牌，六万。没有，应该只会放对对。过来，一万，没事。对啊，有没有人听啊？哇塞，怎么可能这种牌？哦，很好打了。六饼，六饼，怎么这么多六饼？儿童，哎，搞不好会黄掉，我这样看。啊，不会吧？搞不好，依然还有两张牌。很紧张。我觉得宝妈牌被人家抓死。真的有没有？八万，你看，没答错。八万，八万，就一样哦，八万，一人剩一张牌，我，这一杠真正刚刚好，一人一张，哇，哦，真理没有牌了，我没牌了，宝妈海底，差一点点呐，哎呦，哎呦，差一点，差很多，三万，咻咻咻咻，啊！一四七，好准！我刚才以为应该可以自摸，我打错了。我打八万的话是二万中，真的被他拿。哎，你为什么打六条啊？他很早了，很早。我一开始六六七，我打六条，我是不是说你的牌被抓光了？然后我最后摸六条。宝妈听多早？三六条，很早。被我跑掉了。他饼子抓一地啊！你看看，这两个六饼
难怪我吃不上他。他抓三饼了，退张三六条都没有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看被他们拿了四个啊，我知道就是没有，我就看这个牌就知道应该是宝爸牌被抓死。那你是怎么样后来转成一四七万？原本是卡八万，卡七万。对，原本是卡七万，对不对？对，但如果打八万是自摸二万，但是我还是继续打，就是打一万跟打一万，还是听三张了。对，他是摸听八万是虎虎是也是自摸，对，还是一万呢？对，哇，注定要给他赢，太妙了，厉害！哎，北风四花嘛，东风嘛，三台，自摸四花，自摸四台，哇，恭喜！好，刚才呢，我们杨子贤呢是摸了一把，对，四台，庄家是五台，所以每一个人扣900，你是扣1000，因为庄家多，子贤现在很饱了，吃他是稳稳的，一定东风圈不会被淘汰了，真的。好了，维系一下你庄家，开门。九，来看庄家的牌，吴维新的牌，杨子贤，宝妈加油。真力加油！好，来出菜。来，七条。七条。哎呦！我觉得维新人很好。第一张就出这么好牌。很甜，他人下西方呐，不是好，他牌好。放前。西方打前。西方前面。海底。对。我觉得他是跑牌咖。跑牌咖嘛。就先跑，先没事这样。是。真的。来，他是西风。他是他气宝吗？北风。三头，你看，真的耶！吃，我真的很想过去看他的牌耶。你们该不会一直要喂他吧？那没有，拜拜。他们两个其实是朋友，他们两个真的，他们两个不知道两个在一起，真的。南风，然后宝妈打牌，跟我打牌就像打混合一样。拜托，这小丽，他一直闷。我讲这个，我从不盯牌。这个短命牌没什么好盯的。对呀、啊。哎呦，你看，完蛋了，又吃又碰。他们两个应该认识。他们俩是多元成家。有可能。有没有人帮我负责一下？哦，对对对。真丽要结婚了，不能负责你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三条。哎呦。三条。学你呗。哎呦。九条，这牌都这么好，来八条，七八条，发生什么事？烧到，我觉得他太早拆了，残忍，烧到，吃，不好意思哈，吃起来，好，大家发财，七条。叮他，对，这个七八条，七八九条，他这么早就打这么漂亮，还吃，这样子吃，好吃，扒下来吃，胃口很好，扒下来五条，这一定定的，告诉你，这怎么办？蒙掉塞，西风，昏倒，九万，没人要。快带客冲牌啊！哦，冲不下去，冲不下去。为什么？你都喂成这样了，你就自己负责。他不敢了。二条不敢调皮。丢掉自己。你上家打258条，太调皮了。啊？这个牌啊，没有。奶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牌啊，如果你们家这位公主啊，她一定会想说，怎么办？对。她不会，她看不懂。真的。我会把屋顶打出去。讲出来了。没事。好，那这个牌我不会这样打。为什么？啊，没关系，来。很难讲了。哎呦！哎呦！为什么？我不会这样打。恭喜！我就是要他们两个听我这一张啊。一条。碰。啊！腰车腰碰，他刚刚先打二条，五饼，不碰抓不到，小心，小心哦，小心，子贤说小心啊，这样子，子贤四扑下了，一定听了啦，这样子吗？一定听了，
三条。吃。啊？卡章。哦。工作。到底维新什么牌啊？不知道啊。七条。还有七条摸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么多重条摸。再一次机。没对。对呀、啊，我就知道你要一条啊。谢谢宝妈，人很好。二桶。哇，终于靠到了，红中。哎呦，进牌了，进牌了。对啊，九万。花。Sunflower， 三发。补发发。昏倒。宝妈，我看到东风就被淘汰了。九条，四头，哇塞，还有四瓶可以打，一万，打第二排，好，好，一万，还有一万，一个人玩，你的人生，我的人生，一个人玩，八条，打第二排，第二，嗯。天哪！天哪地呀！八头，八头没用，没用，没事。啊！子贤在换牌，四张牌在换，单掉。你的牌有这样子？八头。好。为什么你的牌是这样子？你大概听得不好。他不满意。转个牌。真力，你怎么都没有声音？我好紧张哦。他今天压力很大。两万。啊？怎么了？三暗客，有风。哇塞，那这样会不会又抓死？真的会吧。发财。哇塞！啊？太妙了，还有四饼可以摸。宝妈打了三个四饼，真的。下家吃了一张。哇。昏倒哎。有时候就是这样啊，我不知道打什么了。哎呦，好难哦！想一下，不好打，不好打。真的，跟着打。森丽姐也有这一天啦，好了，真的不是啊，服了。啊！还应该你的骗子，你看他的牌啦，宝妈杠了十七饼，你看看为什么不杠？我不杠，那你要打什么？因为我摸四饼可以靠啊，这个牌我不会去杠，因为杠的话你这个牌一条很容易对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当没有打法，你坚持会听，我会坚持听卡六饼，因为摸四饼可以靠，对不对？听三六饼，我碰一条的话，我听螺丝，对啊对啊，是这样子。你这样说卡死了，五饼跟一条。哎，我拍死拍死两个万的功劳。我知道下家真力要七饼。哦。厉害厉害厉害。好，一是打工呗。庄家一台，好，恭喜。好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的第三把了，真力现在剩三千四了。好，你是遥遥的落后，好不好？不是遥遥领先。说了，他真的很紧张。加油加油了，好，来子贤庄家。十出，好，马上我们来看四家的牌。现在看杨子贤的牌，宝妈加油，加油，真力，我才要加油吗？他想哭。最后吴维新，第三把了，来出赛，九条。现在是两个男生都开壶，然后要自摸。嗯，南风，白皮。二条，吃，哇塞，哇，真的，我跟你很合哦。你们两个红中卡张，你们两个有鬼。哎，两把都胡一是七万哦。踢脚，啊，红中，这一把一是七万，小心一点。对，一头，好，八万。哦，这里下八万了。九万，碰，
除了杨子贤啊，另外的只要自摸的话，也可以立于不败了。嗯，西风。六筒。八筒。吃，我碰啊。六筒。九筒。他们两个真的，他们两个牌真的很合，真的。他说给你，我讲最后的疼爱，给你最后的疼爱。傻眼，这什么话？北风听不懂。对，就是没有了，不会再给你吃了，不然太明显，我不会再喂你了。对，接下来他一张都吃不到，他要独立靠自己了。南风，因为他先跑牌啊。对，发财。发财，九条，发财，八万，吃，九饼，没有，六条。八万，三饼。哎呦，好好吃到这一张哦！但是宝妈会留电话给你。一万，我吃一个边三饼，一条一条。喂，低调还是小声？不要怕，是我吃才低调。丑媳妇总要见公婆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跟丽姐大声喊出来，感觉有自信。七桶，二万，七零可以碰得到啊，才二万，厉害。红中，二饼。花 ，flower， 中中，自摸，好，七点半，七点半，他打下来，七点及时雨，他急死了。他上一四万二五条，对，他疯了，真的，这个七比碰的真漂亮，厉害厉害，对啊，好，那这个也吃了，哎，他金卡六万呢。他没有没了，没牌了，没牌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宝妈牌也没有机会了，另外一条也死掉了，四条要碰出来也不容易了，拿一张，我也多一张五条。好，自摸台，好，一台的两台，恭喜啦，珍妮，恭喜恭喜，恭喜你不会被淘汰了，我不会，我也会，耶耶耶，你跟宝妈来的，我们要出，跟大家报告一下成绩，嗯。现在先报一下成绩，珍丽姐呢，因为刚刚好险有胡了，所以是5300。哇！对啊，宝妈3500。对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们每次最强的都会这样子。对对对对。为什么？有魔咒，有魔咒。然后子贤是7100，然后维新是4100。所以宝妈，你要胡谁都可以。OK。一来一往呢，你就是加了600，那对方就要扣。好。所以呢，你万一超过一台的时候，他的3500、4100，你也可以超过他4100。OK， 十三，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看宝妈的牌，珍妮、吴文馨、杨子贤，好，宝妈出菜，南风、北风，碰，哦，气势来了，宝妈，对，我一直都有，我一直都有，九万，白皮。九条，一万，又睡觉，睡觉，睡一下，按杠，不要这样，我们自己打还可以这样讲，但是不能乱那个，大饼。
这把很沉重哦。对啊，很凝重。因为是攸关谁走，你知道，很紧张。目前只有子贤呢，打他稳。对啊，他没事啊。红中。我妈妈的九万呢啦，红中我一条，拜拜。啊，他摸了不要生气，他刚摸了就打，碰，他摸了就打了。九饼，一万，这么危险呐！放一放。啊，七万，没有，还没有。这张很枪哎。那还好啦。发财。七万，酒桶，没事。东风，东风，哎，你还有东，我字打不完。哇，七七八八九九，哇你嘞！这一炮出去就被淘汰了，就贵了哦，一条就危险了，对啊，要慢，发财，你看他稳稳的，嗯，他很放松，因为他已经 OK 了，对 ，OK 了，红中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放枪？那你就代客冲牌就好了。Oh my god！ 维新 C 把都没有在位置前的。吃不到，牌很好打啊，哪里难打？我厉害了。没有一个不要玩啊。哈？他不想玩了。好打。对啊。我可以不要二万，可以不要玩。因为他不要玩，他安全。也没几张。怎么一定吗？哇！怎么？跟你讲，你卡上万一张都没有了。我知道。完蛋了！这看这种牌就知道。一个哇哦，毛四七，哇塞！我宝妈打牌哦，今天我不知道啦。刚刚这样这样牌的时候，我摸到六号，我不会那么早杠哎。虽然你杠得很漂亮，杠了一张白皮上来，对，因为这个牌是活牌啊，你这样一杠它就变死牌了。这牌一上个五万，对不对？都是好牌啊。如果我玩的话，我打五万就吃的。对，没有，我说我已经杠了，我杠太早，他一摸六万就杠了。嗯，所以这个牌不知道了，因为没有打到后面。对，啊，所以呢，你是。就自摸台，自摸台，对，好，就自摸台，一台的宝妈的两台，所以很清楚了，宝妈真的被我说中了，淘汰出局，怎么会这样子？